中医来讲啊，认为这天天囊肿属于这个痰核，属于痰核凝聚啊，也属于金句。要从西医来讲，天天囊肿有两种，一种呢就是见肌腱本身的囊性，再一种呢，这个天天儿囊肿属于关节疝。它由于关节内的这个压力的增高，然后的那个在关节脖子地方，它堵出一个包里，它是包括滑膜啊、关节囊啊什么，它堵出一个包，说是堵住，这囊肿呢包括两个方面，一个本身腱鞘的囊性变，一个就是关节疝。